那边肯定也有钱，你看买沙沙做紫薯的五大团、五大团，而且咱庙埕算是咱大家妈祖庙必要的这个镜头。那首先呢，那咱看到要进入庙埕是福德极乐团、福德极乐团。那福德呢，就是福德正神啊，他供养是托里公啊，托里公也就是代表咱民间的地九伯啊，环九伯啊，啊，关内就依来传咯，哦，那啊，这里啊后边的，这里后边后啊后头叫什么？他前面蹦蹦跳跳，就叫做玉女有路，有路，哎，是玉女，不是玉女哦，哎，玉女，玉女，玉女，对对，哦，啊，这里是代表啊，这里老大人啊，成熟稳重。啊，这里是代表年轻活力，所以就慢慢的就蹦蹦跳跳的，可爱的样子，哎。那么，台上花桌庙活动团的，包括福建艺乐团、艺乐团、金东团、太姑团、八中团，中国的五大团呐、啊，那都是属于一种神像啊，是有啊，也就是啊、人穿啊，当然很不容易。春秋报，春天祈福，秋天报恩，所以呢，机会这一托你公司，这位什么，有个是托你公司啊，不是因为他有两次生日，而是源自古代社神崇拜春秋报的概念。老师，其实咱这后边这个团呐，其实这个五位师兄在拜的时阵，就是包一个这做神神书，而且包括讲也在卡布嘞。啊，当然每一个啊，这师兄拜的方式嘞，拢无同啊，拢无同。咱就来看啊，一来观赏他们到底怎么来拜庙。那我们后面还有三尊神像出现的时间吗？对。那么后边三尊呢是弥勒罗汉，他做达摩祖师啊啊啊，或者。祷告，弥古佛罗汉，个古佛嘿，弥勒古佛，弥勒古佛。那么咱看到后面的团啊，托里公他玉女呢，刚好是一个对照啊，刚好是一个对照啊，一老一少啊，安尼那边呢，这弥勒罗汉啊，啊，这里达摩。那么他都是北京的主播啦，啊，伊都这大家拢算熟悉啊，这个达摩祖师，啊，所以今日你拢看到这个民间信仰内底哦，佛教融合的意象，哦，那罗汉呢，啊，他做达摩祖师，这是佛教的，他其实呢，拢是属于这个民间信仰的部分。因为现在在民间来说，好像佛道也不会把它分成两支，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道融合，所以别人应该信教来讲也是融合的佛教跟道教不同的啊、这个信仰啊，都受益很多观众怎么样？三八道是属于什么教的？很多人会误以为妈祖信仰是属于道教，其实不是哈、哦，妈祖是属于。民间信仰啊，以及道教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用喝酒的啊姿势呢，来代表向啊
妈祖的事啊，会改变啊，这个队形，然后呢啊，喝酒表示呢啊吃。拿出酒啊，那里那里啊，葫芦来喝酒，表示向妈祖施礼。刚才这个步伐也有一定的这个样子，就是对步，对步，是的。那好的啊，三次的拜庙，所以呢，目前的行程呢，拜庙风险呢都不大啊。为什么喝酒可以来拜庙？他第一协调创作创造的，哎，好的，那么这些神像呢，在庙会里边啊。